讲过玫瑰花的画法。玫瑰花呢先用圆笔起的稿，这个作品呢很多个玫瑰花，我们先画一个玫瑰花，起了个稿。当然呢画这个稿的时候要注意整个玫瑰花的构图，摆在什么位置画什么花、咁咧起咗呢个圆笔稿之后，画咗呢个玫瑰花嘅第一片底色之后，再画另外侧边两三个，跟住画完底色之后，再画四五个、六七个，以此类推啊。喺画花嘅时候咧，唔好画太多嘅圆笔稿，如果唔系咧，我哋分唔清边个打边个，太乱啦啊！嗱，呢个花咧，我哋先画咗一片紫色啊，跟住用清水慢慢宣化开中间色啊，先画深色嘅部分，跟住宣化中间色、浅色。咁颜色咧要丰富，每一片花瓣咧都有明暗变化。嗱，我哋画咗其中之一个花瓣，跟住。隔离如果未干咧，就唔好画啦。啊，要等佢干咗之后，隔开隔开画。如果未干嘅时候画咧，佢就先放埋一齐。咁我哋起嘅圆笔稿咧，要好精细、好深入。嗱、啊，画完之后，嗰啲边界圆笔嘅边界要准确，啊，要深入，要精细。咁样咧，每个花嘅花瓣咧就会好玲珑、好清晰啦。每画一次，我哋嘅颜色都要有水分丰富啊，呢个好重要。我哋一部分一部分慢慢去画啊，呢个系一个球体。嗱，当呢个光线受光嘅地方系浅色，咁呢个地方咧系阴影，咁阴影嘅部分咧可以用紫色，少少深啲嘅玫瑰红去画啊。咁我哋间开间开画，但系咧每个光线嘅变化咧都要好小心啊，又明又暗啊。这个是第一个主角的花，它是光鲜一点的，浅色一点的，但是它深色部分呢都可以用一些蓝紫色去画、有很多地方呢就是花心的地方，中间的地方，这些地方呢颜色要鲜明，同埋不要太冷色，要用一些暖色去画。花中间的位置呢用暖的深色去画、即是红一点的色。那阴影部分呢是用冷色去画，因为阴影部分呢是反射到周围的颜色，而中间部分呢是暖色反射到暖色，所以更加暖、这一点要 很小心。
当我哋画咗第一组嘅玫瑰花嘅地方嘅时候咧，我哋慢慢调整佢深色。深色嘅地方可以用紫色、紫色去画啊，紫色去画。咁呢一组咧已经系一个立体啦。嗱，深色系冷色，浅色系暖色。我哋一层一层嘅加第一层嘅底色，加完第一层嘅底色之后，再可以加第二层嘅颜色啊，就中间少少嘅颜色。咁呢个中间色咧，可以系精细啲啊，画到细致多啲啊。咁我哋浅色咧就尽量系一层一层加。咁呢个花咧，我留翻最浅色系唔加嘅。最淺色是加啲咩咧？係好淡好淡嘅色啊！咁成個花咧，你睇係好本身深色都唔係好深，嗰個花咧係屬於淺色，淺色嘅花啊，淺粉紅色嘅花。当我哋画嘅时候咧，有好多细致嘅呢个花瓣嘅皱纹线啊，慢慢将佢画出嚟。要记住尽少尽少画深色，就系深色咧都好迟好迟先画。画咗中间色，完成咗中间色之后，再唔够深，再加啲啲咁深，尽量冇提尽量要浅啊，成个画要浅。就冇加得太重色同埋深色。深色系边度加咧？系花嘅后边或者系花嘅蜡皮呢度先加深色。
当我哋画咗一个玫瑰花嘅时候咧，我哋第二个、第三个起咗铅笔稿再画，跟住就画第四、第五、第六，以此类推，唔好画得太多。第二个玫瑰花同第三个玫瑰花同第一个有咩分别呢？佢系好明显系深咗少少嘅，就系受光面都系深翻啲嘅。咁我哋画嘅时候咧，系一大片一大片画啦。咁一个花瓣打咗第一片嘅底色，跟住再画第二片。咁呢个向下嘅花玫瑰花咧，佢深色嘅呢个块面咧系好深嘅，系紫色嘅啊。咁呢一点要注意啦。咁侧边呢几个咧系比原本嘅玫瑰花咧再深少少成啊。咁变成有前有后，有向上又向下嘅颜色的分别啊。当我哋画完呢个鼻干嘅时候咧，可以用铅笔起嘅稿画其他部分。这个花的浅色部分呢都要深过第一组花、都要深翻啲。我哋画嗰个红色的时候呢，用一个叫做歌剧红啊，就 opera 嗰个颜色去画。这个歌剧红咧系鲜嘅桃红色，非常之靓嘅。咁呢個歌劇紅咧係日本顏色同埋韓國色咧有呢種顏色，咁咧我哋要配備呢兩種顏色啦去畫，咁畫嘅時候咧就盡量係用呢個花咧，我有一大片嘅方法將佢掃咗先，跟住咧慢慢再畫翻少少深淺色，等佢乾透咗第一層再畫第二層嘅時候咧，先至加明顯嘅深淺色。当我哋画咗三四个玫瑰花嘅时候咧，主角嘅花已经差唔多画好啦。咁我哋要将嗰个色嘅阶梯分明。咩叫色嘅阶梯咧？呢四个玫瑰花咧，佢嘅颜色嘅深浅咧系唔同色嘅。就有啲中间啲嘅色，有啲系深啲嘅。咁向下呢个花咧，佢最光嘅地方咧都系深中间啲嘅粉红色。就不是太过浅色了。其他地方呢，深色的块面都是很深色的。这一点我们要分清楚。还有冷色一点，要将它分开，明暗差别
四个花之间呢都有好明显的分别。之后呢，我哋就加其他嘅绿色嘅部分啦。嗱，有啲细花呢就未开花嗰个花呢，我哋都可以话吓，要将佢丰富翻少少。嗱，同埋要留翻啲精细，细花入边咧都有啲红色。咁我哋画花嘅叶嘅时候呢，就要先打一片大色，跟住第二片嘅时候呢就加返中间色，加中间色嘅时候留返啲叶脉呀，呢个第二片呀。呢个第一片呢，我哋加嘅时候呢都有深浅变化，啲蜡皮嘅地方呢加深色啲呀。这个花和花之间的边界呢要很小心，要将它画准一点。这个绿色的叶呢，我们要打了第一片的底色先，用一片的方法将它 分开、啊。这个一片呢，现在所画的一片呢是前面的树叶的一片。第二次的时候呢，我们画中间蜡皮的树叶、啊、第二片。那我们慢慢加了。加咗之后呢，就再画其他部分啊。咁将第一片嘅树叶呢全部加晒，跟住再加第二片嘅树叶。
嗱，呢个树叶咧，绿色部分咧都有分新叶同埋旧嘅叶，同埋啲花冧啊，啊呢啲要分清楚。咁我哋第一片嘅时候已经将佢分清楚啦，第二片嘅时候再加复杂啲。咁画嘅时候咧，要将佢画到有变化啊。嗱，加翻少少紫色。嗱，第二片蜡坯嘅地方咧，要加到顏色要豐富啲啊，例如咩點樣豐富呢？加少佢嘅綠色溝紅色，再溝少少咖啡色啊，俾佢豐富翻啲。咁加完呢個部分之後咧，我哋以此類推啊，就越加越豐富。咁前嘅葉、後嘅葉、中間嘅葉互相穿插啊，色彩豐富。加完之後咧，我哋就可以再畫第二層色，第二層色嘅時候咧，就要留翻啲葉脈部分啦。嗱，我哋而家加嘅地方咧，好複雜啦，係咪？有花，有後邊嘅花，後邊嘅葉，同埋互相渲染、酸化啊，酸化即係俾佢濕嘅時候，慢慢化翻蒙查查咁啊，咁樣咧就豐富我哋嘅畫面啊。嗱，呢個玫瑰花咧，要畫嘅時候咧，大約要畫六七個小時啊。咁可以呢張畫我係分開幾段幾段畫嘅。就畫咗一個部分唞下，跟住過咗幾日再畫再畫啊！咁但係我哋同學們學嘅時候咧，最好係一氣呵成，連續幾個小時一次過畫啊，一次完成。咁當然啦，可以休息一下，每個步驟咧完成咗之後咧休息一下，行遠少少睇啊。
嗱，而家我哋用嗰、那个湿滑化去画背景啦，吓、啊、加深呢嗰个湿滑化嘅变化。咁咧呢、这个背景点画呢？就先用大嘅扫咧扫咗啲湿嘅部分，跟住咧俾佢渲染啊，即系有啲浅嘅中间啲嘅蓝色啊，有几种色俾佢自己宣化。咁样宣化未干嘅时候咧，再加翻少少蒸晒嘅边界嘅地方，用啲中间晒啲嘅笔去画啊。咁咧将佢颜色丰富渲染。渲染的意思就是俾佢自己化呢啲色状出嚟啊，咁样成个画面咧就靓好多啦。记住后边嘅湿滑法，后边嘅树叶咧冇提过绿色啊，俾佢草绿啲。有些地方可以加一点点蓝色啊，蓝紫色的话。要小心喎、哦，畫呢個後邊背景上咧，要有啲好多重要部分咧，要一氣呵成。嗱，唔好全部濕曬，要部分濕，濕咗之後嗱嗱聲將個邊界咧畫好，跟住再濕部分。先分濕四分之一，跟住再濕四分之一，逐啲逐啲去畫曬。当我哋嗰个背景咧，成个空白嘅地方填晒之后咧，我哋就慢慢去调整啲边界蜡笔嘅边界啊。呢啲边界系咪要好准确咧？就有啲地方系要叫做感觉上要好清晰啊。啊，边个系后边，边个系前边，要分清啲，唔好含糊不清啊。有啲地方咧，背景同背景咧就要宣化啦，就可以含糊不清啦。背景同前景咧。就要清晰、啊、有个边界，清晰的边界。画到呢个步骤嘅时候咧，我哋做整体嘅调整啊，整体嘅变化。咁调整嘅意思咧，嗱、这、呢个花后边咧仲有少少红红地嘅花，仲有少少盐哦，好丰富嘅。所以我哋咧要借呢个机会咧去调整一下。同埋呢個葉脈咧，佢有第一部分打咗大色，第二部分咧要保留畫翻少少葉脈啊，要保留啲葉脈嘅位置。咁呢個咧嗱，而家開始加第二部分啦，啊，慢慢加翻。咁所以呢個咧係要一片一片去好精細嘅去畫啊。咁呢個後邊嘅葉可以朦鬆喐啊，朦啲，中間嘅葉咧可以半朦啊，清楚。有些地方清楚，有些地方没有。前面的叶大多数都是很清楚的，层次分明的，它的叶脈都要分明，我将它畫准确一点。当我们全部畫好了，叶脈要调整，
咁嗰個花嘅地方咧都要調整，花嘅陰影部分咧再加第二層、第三層。通常每個花都要加第二層、第三層嘅，啊葉都係加兩層、三層。咁後邊嘅葉咧就可以蓬鬆啲、簡化啲，後邊嘅花咧都係可以簡約啲啊。再後邊咧再蓬鬆啊。我哋畫到七八成嘅時候咧，要將呢個作品咧影下相先，睇下個重要部位有冇畫得完美啊，將佢畫到清晰啲、精細啲。加強佢深色同埋中間色部分啦，呢個係最後嘅時候加嘅啊。通常畫水彩畫咧，大多數顏色咧都係比較中間比較淡啲嘅，去畫嘅啊。最後啦，我哋肯定呢個顏色係呢個顏色，肯定呢個位置係呢個位置準確嘅時候咧，就加深啲重點啊，唔係全部加深。咁呢張畫咧，我都畫得。頗為滿意，點解呢？因為佢係成張構圖咧都係淡色啲嘅，有啲花咧我畫得太深色，所以咧就冇咁好睇啊。應該畫到中間啲嘅淡色啲嘅，同油畫比較咧，水彩畫係淡色好多。當我們畫到七八成的時候，我們要冷靜一點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接著走遠一點看，或者是用影相機拍一下相片，看看效果怎樣，接著再做整體的修改。整體修改之後，就慢慢再畫，調整一些細緻的地方。這個畫很長篇的，畫到要畫了很多堂的，還有個斷斷續續地畫的。这幅作品咧系画到八个小时左右嘅，好长篇嘅。我分开几日去画嘅，咁所以学画呢幅画嘅同学咧，就要拣开多啲嘅时间，或者系参考呢张画，攞张照片重新画过。咁咧
要知道那個步驟怎樣畫、啊、先後次序怎樣畫。咁咧就當然啦，你要畫呢啲大嘅作品之前咧，你要先畫嗰個叫做一個玫瑰花啊，先畫一朵花，再畫兩個、三個嘅花，跟住再加背景嘅花，最後先至畫呢一組嘅組合嘅花。組合嘅花係最難畫得好嘅。嗱、啊，呢、這個步驟咧係最後嘅步驟啦，就係畫葉脈啊。打了第一片色之后，第二片的时候畫回个葉脈的位置，将它保留回。葉子有很丰富的颜色，这个是第二层，第三层再加回少许的葉脈的色。这个作品经过反复的修改之后就完成了。就欢迎你们参加我们的水彩画班的课程，有欢迎你们介绍多啲朋友过嚟啊！咁好啦，呢、这个示范咧就到此结束啦啊！你争少少咧，我哋又结束啦。咁咧就要小心睇下呢个步骤点办啊！咁通过呢个练习咧，我哋知道大型嘅作品咧，大型嘅水彩画嘅呢个作品嘅嗰个步骤啊，好重要啊！嗱，逐啲逐啲慢慢修改之后咧，呢、这个作品就完成啦啊！好，各位同学，再见。